周董被比下去了。吴宗宪19岁音乐天才儿子，台上飙唱三首歌震撼全场，还被赞比周董还厉害。综艺天王吴宗宪在台北小巨蛋举行演唱会上，不仅邀请女儿 Sandy 上台合唱，就连19岁的儿子吴瑞轩也上台飙歌。不过吴瑞轩登台时是以新人陆七派受邀，一连飙三首新歌，身为爸爸的宪哥为此感到非常骄傲。接住父女情深又合唱两人的画像，背景 LED 秀出父女两人的漫画涂鸦与脸孔。最后整片舞台上满是吴宗宪和粉丝的合照，画面非常温馨。广告请继续往下阅读。首先女儿吴珊如 Sandy 合唱卡本特 Carpenter 名曲 Close to You。 吴宗宪19岁的儿子正在美国就读波士顿百克利音乐学院 Berkeley。 广告请继续往下阅读。除了连唱三首嘻哈歌曲外，还与吴宗宪旗下新人思亚合唱 Famous。 父子难得同台。广告请继续往下阅读。吴瑞轩对于音乐非常有天赋，爸爸吴宗宪非常自豪，比周杰伦还厉害。他的音乐很奇怪，就像你们听周杰伦的唱法，你们也觉得很怪，但就是很多人爱。我觉得他比周杰伦还屌，厉害得不得了。